其實我自己最恨啊，我想我會想嘗試、跑步嘅，但係咧，因為我啲幾排咧個膝頭哥就唔係好舒服啦，咁所以就冇得去玩。但係因為我以前讀 high school 嗰時咧都好想加入呢個 team 啦，但係自己個體能可能冇佢哋啲，即係啲跑步員好勁啊嘛，即係啲氣力啊嗰啲好犀利，咁所以我由細到大我都好驚嘅，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咯。我想我真的顾技术，因为我记得篮球那一日我是完全，我们个个女仔是融晒妆，因为我们是三十几度底下太阳底下度打，我们是已经热到一个点，是没想过要补妆，没想过要、做任何事，所以我想我们的样子那一日都已经是融晒妆那样子了。我都不太介意，其实讲真的，如果真的为了运动那些，我觉得是一个很、健康的一件事，我又觉得、如果真的素颜又不是说很大问题。是啊。